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然后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PTCG， 就是宝可梦对战卡牌最新一弹 SM11 的开箱视频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也有幸请来了我们的小鱼儿同学跟我一起来开视频，耶、yeah! ！你怎么那么敷衍？然后我们就来开吧。然后这一盒里面呢，就是好的卡片，就是有那个金色的贵重球，然后还有那个双梦 TT 嘛，双梦 TT 的意图的话也是特别的好看，然后超梦和梦幻在一起，然后像一对父子一样。我对超梦真的是无法克制的爱，然后就从这里打开，然后总共是，等一下，算了，这就不开了，这样打开，一共是30包，然后每包是5张。一共是150张。然后我会把好的闪卡以及Tag Team 或者 GX 放在这边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开吧，一人一包，拿出我祖传的大剪刀。哇，这个是滑头小丑，麻麻电鳗，东东鼠，克拉克罗斯，这个是雅米拉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我来给大家做介绍吧，这个是那个小雨怪，麻麻小鱼。哇，我看到，我抽到神卡了。别激动，这个是始祖小鸟。哇，快龙还可以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恶心棉，第三包。哇，这个是那个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是东东鼠，这个是那个那只电。哇，请假王，挺酷的，请假王有点，请假王就是你经常请假。跟我大学什么超客人像。然后新的一包，这个是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这个是那个燕头地鼠，毒剑鞘，就是那个酷爆。哦，这个千万不要抽到这个人的全图，这个人的全图太飞了，如果抽到的话，等会儿会排。这个这包里面全图人物卡总共有3张，小帽、小霞，还有也不是小帽吧，就是小绿、小霞，还有就是这个，千万不要抽到这个人的全图，其他我都会很开心的。哦，有叫神卡，肯泰罗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哇，快龙不值钱，这张卡只值10块钱。这张有抽到吗？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快龙，其实还是挺好看。因为我个人不打日版的环境的牌，然后美版的话应该过一段时间会出来，然后再到时候再给大家补一下。然后再开一包，哇，第一张。GX 有点飞啊，看吗？不要出那个化石翼龙就可以，谢谢。这个是那个毒剑鞘，这是什么？龙头地鼠，这个也还可以。目前还没有出现出，没什么东西。哈克龙，妈妈小鱼，始祖小鸟。哦，敏明还可以。双剑鞘，
这是温福妈妈小鱼奈克洛芝麻。我们现在已经看了八包了。闪卡其实不是很稀有，稀有的是 GX， 就要看 GX 看了八包的话就看一个看闪卡第九包。哎，总共30包，给我一个惊喜好不好？给我一个超级夸张的 SR， 让我开心的跳起来。这是化石，我不知道，这是那个勇士鲈鱼，炸弹。这个的话，这个金卡也不值钱，但是如果是金卡的话，哎，这一版里面的那个金球特别值钱，那个金球现在日本已经卖到15000日元了，那一张卡，就是将近1000块钱人民币一张卡。啊、嗯哦，我看到了，是水TT好像，这个是那个懒人温，这个是那个蜻蜓，乌龟，我靠，哇 ，HR 的快龙出现了，还挺好，真的很好看。价格不是很贵，但是也不是很便宜吧，就中规中矩。这张。这张是最高含位的 HR 的彩色的，等会我得把那个我的牌套拿出来。这张就是那么珍贵的卡，1000多张纸，装进去，有很闪的感觉。把它赶紧开封，就装进牌套。这应该是我们第十包吧。然后把我的 GX 也装进去。这一盒基本上就结束了，11包了，这是第11包开出这个彩，两张快龙，哇，给我一张双梦 TT 可以吗？天哪，出了一张 HR， 我以前都没怎么出过 HR， 知道吗？有没有双高喊？双高喊的话就爽了，应该不太可能，概率太低了，10%以下。这是蛋蛋，这个是智慧星。好像又有，不是吧？阿克罗好像没有，阿克罗是迷生姐。直接开，我直接手撕一包。刚才他捡的，把飞气带进来，看我能不能把我的欧气得以延续。开一包 GX。怪我喽。第一株小雨怪，这个电虫。我这个是斗笠菇，好像这个是这张斗笠菇还可以啊，我都没见过。这个是那个音波龙。我就感觉你今天买这一包，你就买最上面，你应该买最下面的东西。这有关系吗？我猜的呀，盲猜。哇、哦哦哦！完了完了完了！看到了，闪到了闪到了。这个是那个酷爆的退化。慢点慢点。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那个魔魔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那个，哦，这个是 TR 图鉴 3.0， 这可以，这张卡挺贵的。虽然这张卡其貌不扬，但是又好用。会不会我不知道，反正挺好用的。是可以，然后再来开剩下。哇，这 HR 这样开掉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游戏结束了感觉。就，不知道才能开出好东西。哇，我看到了，双门 TT， 给我双门 TT 可以吗？这个是那个滑头小子，这是滑头小子。天然温麻麻电鱼王，哇，好神奇！这张卡很颓，然后特别真的就不幸的被你特别。你刚刚一开始不是说不想抽到？是的，特别不想抽到。不是吧？一张 Tag Team 都没有哎，贵的卡一张都没开到。我就感觉今天会有点飞。贵的卡一张都没有开到。一张 tag team 都没有，你看这镜头都出问题了，我好心痛啊！大各位直接看吧，图鉴，游戏，
该已经结束了，我们还有那么多包，但是游戏已经提前结束了。我们现在来快速的开一下，这个是那个巨甲舞者的闪卡。巨甲舞者其实还有20包，但是我已经就最后3包我一直展开，就可以5包5包捡回来。这东西哦，这个成龙还可以，成龙这张卡还可以啊！你不要告诉我这10包里什么都没有，就3包，这是2包。嗯，第一只大眼。什么都没有哦，大钢子还可以，直接5包，不用那个5倍的快乐，已经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，这3张开出来已经游戏结束了，我已经心态炸了，我好像捡到卡了。不是吧，我已经飞了多少天了，反正没有欧过吧。哎，应该还剩一张好卡，如果这张好卡不是 tag team 的话，这包就彻底的爆炸。唉，智慧星，这个是双剑我都已经不想说话，念头低谷，天然温柔，怎么样还行？怎么全是白？哇，双梦 TT 这张可以，哇，你这张很贵，抽到了。对，这张就是封面的这一张，这张的话是，它的能力特别奇怪，它的。特性就是能够模仿自己墓地以及不知道哪里的那个所有 GX 里随便选一个，这还可以的。 HR 应该不占高海位吧，如果出到这一盒是有可能出到5张好卡的，如果出到5张好卡的话其实也还不亏了。哦，这是岩牛，岩牛还可以。然后最后的5包，哦，6包。按理论来说，其实这6包里应该是没有东西了，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好卡，我们就最后1包1包来开吧。温福、干剑鞘，哇哇，双高喊位，这两只双高喊，天哪！虽然这两张双高喊都不值钱，但是双高喊，天哪！等会儿这一盒里不会开出6张吧，因为我听说这个高喊是不占喊位的。我上次那一盒 SM 十 B 只出了4张卡，现在已经5张了，2张是高喊，这张是 SR， 1张 SR 1张 HR，SR 的化石翼龙 ，HR 的快龙。哇，这也太，这概率有多低啊？看我开盒的朋友，哇，这真的是。如果再出一张 tag team， 那我就，可是我开了那么多，开了5张好卡，是只有一张 tag team 吗？就是把那个 tag team 的那个缘分放到了那个高喊里面吗？
些东西了。我觉得已经够了。TR 出的3.0还可以。那我其实这样我挺开心的，因为有两个超级高喊。不颓了，心态突然就真哦，还有一个没有了，不可能，雪拉比，不可能啊！再有的话，真的是祖坟上冒青烟了，真高吧？捏战哦，小绿的战略，这个还可以了。这张卡以后可能会很热门。没关系，始祖大鸟，哇，这双高喊位最后一包，也许还有一张呢。那不可能，我从来没见过有开出六张的。五张已经是多到令人发指了。哦，哎呦，不是普通的，关键卡。可以。那今天的话就开出了一张 HR 的快龙和一张 SR 的化石翼龙，然后开出了一张 GX 的快龙。一张 GX 的化石龙，我怎么跟他们俩那么有缘分？然后还有一张封面的双梦 TT， 然后别的话就先暂时告一段落。然后之后的话我也会给大家再做复古掌机的开箱。然后希望喜欢我的朋友可以给我一键三连，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然后旁边是一个大西瓜哎，然后就先这样吧。然后最后祝所有点赞、转发、三连的朋友们夏天都有西瓜吃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吃了，拜拜，拜拜。